哎呀，这景爷，你怎么还在这下棋呢？你得帮我出主意啊！那个屈原，他抢了我的媳妇儿不说，他还断了咱们的财路呢，不是？现在可好啊，他竟然公然让他的家兄杀人他。哎呀，刘三儿，你家那个招远，这两年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有些时候连我都不放在眼里，他呀，就是活该。你说的什么话呀？人话呀！他是杀了我的家奴，但是都是打的你的脸，你的脸。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依我看，死得好。不是，景爷，你这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你们不是一直想扳倒屈原吗？这不正是个好时机？景爷，高见。